N365 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享受在神话语的大能和荣耀里面。谢谢主，祝福你的婚姻，祝福你的家庭，两个人因为同心，所以可以同行，牵手走一生的道路。怎么样能够同心呢？这两天说要讲清楚，要想清楚，要听清楚。第一件，先要想清楚，如果这个人可不可以跟我同行？我常常在跟很多年轻的男孩子说，你去跟一个女生求婚的时候，你跟她说，请你嫁给我。那个意思是说，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，跟我一起牵手去走人生的道路。那如果我是女生，我就要问她说，那你去哪里？你的人生要去哪里？你要去什么？你邀我跟你一起同行，那你要不要先告诉我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你请一个女孩子说，哎，跟我一起去度假好不好？去哪里？重要的是，我有没有先想清楚，我要去哪里？我的婚姻要往哪里走？我的婚姻的蓝图是什么？我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婚姻，什么样的家庭？想清楚，讲清楚，也要听清楚，听清楚对方他要什么。婚姻不是找一个人来满足我的需求的，婚姻是和另外一个人，两个人一起彼此同心的去建立一个我们一起的那个婚姻蓝图。所以要听清楚，不能只是我都讲了，你要顺服我啊，你要跟着我啊，而是我们彼此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同心往前走的人。但是请你相信，没有两个人的婚姻蓝图是完全一样的，没有。你有你的想法，他有他的想法。你很讨厌袜子乱丢，但是他很讨厌的是房间里面那个床不折棉被。每个人可能期待的东西不一样，那怎么办？那到底是我放掉我的想法去配合你，还是你放掉你的想法配合我？婚姻里面有很多事情，不是对错的问题。整不整理房间才说，哎，请大家整洁一点。很多的时候，比如说存了一笔钱，丈夫说我们去旅游，我们去好好度个假。太太是说有什么好度假的吗？看看录影带就好了，不要度假了。那我们把钱存起来去买房子。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，所以要有自己的房子比较安心。你说这有哪个对哪个错？没有啊。丈夫说，哎呀，我们在地上只是帐篷，不要买什么房子了，租房就好了啦，还不如好好的去旅游。去旅游是不是好事？是。买房子是不是对的？也是对的。所以没有什么对错，只是两个人想法不一样。那么接下来就碰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是好吧，我不去旅游了，存钱买房子，或是好吧，哎呀，以后再买房子吧，先去旅游。如果有一方一直让步，一直让步，一直让步，有一天会让不下去，会觉得凭什么？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让步？所以婚姻不是我放掉我的听你的，或你放掉你的听我的。婚姻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上帝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给我们的那幅蓝图是什么？你知道神造人的时候，神造亚当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你知道为什么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？那个关键在哪里？因为神对亚当有一个托付，神造人要起来承接那个管理治理的托付。但是神说，亚当还没有遇到他的帮助他帮助者。所以亚当做不好这件事，因此夫妻两个人是一同承受生命里的一个托付。那个托付不是丈夫的梦想，太太的他的生命当中的那个期待，而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荣耀的计划。谈恋爱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跟主说，主啊，如果我们两个人要一起牵手走人生的路，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祷告，主告诉我们，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庭？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家庭？我跟启梅，我们两个在谈恋爱要准备结婚的时候，启梅问我，我向她求婚呢，说你要不要嫁给我？她问我说，寇少恩，我很喜欢你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这一生要服侍上帝，这是我的路。你要不要告诉我，你的一生要不要服侍上帝？如果你的一生也要服侍上帝，我们两个人可以牵手。如果你的一生这不是你人生的路，我们不能。即便我们现在好像很相爱，但是我们的路不一样，而那是个方向是什么？那我在面对，那我要不要放掉我做电视、做导演、做编剧这些梦，去配合张启梅？不是，
我们一起祷告，神把他在我们中间的心意给我们，以至于今天我成为一个传道人，不是为了配合张启梅，是因为我真的知道那是上帝对我们这个家的呼召。祝福你进到神对你这个家的呼召。一起祷告，主啊，愿你今天透过365向我们的心说话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祝福你进到上帝在你们家庭当中的那个荣耀的计划。来到主恩座前求。